赶紧坐，越来越少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来来来来来，好久不见啊，男同学。还男同学，还好久不见。三天，很久了。哇！什么情况？他俩才是一对儿。对啊，那你要帮我充电吗？哎呀，你俩够了，我写小说我都写不出来那么腻歪的场景。哦。 我外套你穿的还挺合身啊，防风又保暖，穿着呗。哎，最近有什么新闻吗？新书发布，他都把你写死了。哎呀，你别乱讲，你不懂，现在读者就喜欢虐心的故事。当年那确实是个大误会啊，还得谢谢汪老师，是吧？ 反正我知道别的老师高考的时候可都去了，咱们汪老师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靠谱！我那天是想做好人好事，我买了辆车，虽然是二手的吧，但我的本意呢是帮助这些去往考场的考生们，把他们送到他们自己的考场。可没想到这不就半路就出车祸了吗？结果那人真的那衣服跟你穿的一模一样，我都快被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 不是啊，汪老师，我真没跟您开玩笑，我真的得跟您说一声谢谢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快就知道南向晚对我什么意思。老师，我叫俊。 南向晚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汪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抱歉。哎哎哎，你慢点，你慢点啊，慢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林佳然呢？南向晚，他真的是你？我刚在考场上，我就看到有人被推出来，没想到还真的是。我刚那边出车祸，我看这边有救护车，我赶紧就过来了。我一看，那怎么办啊？他现在得去医院啊！他现在这个情况。